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我是陈莹，很高兴今天和曹大元老师一起为大家讲解第三届 BC 信用卡杯世界围棋公开赛32强的对局，是我们中国的陈耀烨九段对阵韩国的柳才勋九段。曹老师您好。哎，你好，观众朋友们，下午好。今天呢，实际上虽然32强战进行了很多轮，但是也是中国棋手是第一天出战。对。因为前几天呢，我也就是讲过前几天的BC 信用卡杯的32强战，我也讲过，都是讲的是那个韩国棋手之间的对阵。是。那么好像有点提不起精神，稍微有一点。那么今天呢是就是除了就是你刚才介绍的这个柳才勋对柳才勋之外呢，还有中韩之间的一场大战呢，是由我国的小将孙俪对李世石。那么还有个32强战呢，是我们之间的内战，是周瑞阳对彭丽瑶。是今天32强战呢，一共有3盘棋。对。那么我们先介绍的呢是陈耀烨对柳才勋的，然后我们接着呢还会介绍另外一盘棋，是由李世石对我国的孙俪。对，我想呢大家可能最关注的呢肯定就是这两盘棋，因为这两盘棋呢 是中韩之间的一个对决。对，是这样。因为我们实际上中国棋手在本届比赛中呢进入32强的呢有13位。对，13位，不算特别多，但是也还马马虎虎。嗯，就是一共有13位棋手。这里边呢棋手组合呢组成的部分呢有一个特点，就是你看是年轻棋手比较多。那像我国的一些就是著名的成名棋手，像那个孔杰是不是被淘汰了？常浩。对，常浩被淘汰了。那么像最近风头比较劲的朱贺喜进入了32强。他将在32强中对阵的是崔泽汉。那么还有什么严欢、钟文静等等一些小将都进入32强，感觉都好像都是90后的这种棋手了。对，是这样。好，那我们先看一下我们年轻的陈耀烨的表现如何。对，这盘棋陈耀烨是直白。新小目。小目。白棋小目挂角。是最近几盘棋啊，或者说最近的黑棋的开局都是这样的新小目，就是这样的新小目。并且呢是中这样的流比较多，像下层中国流多，这样的就是一个角，最近都是这样，就是很流行。你不一定就是这个下法好，就是一种流行吧。对，反正现在大家都喜欢这么下。对，这个是三间低价，然后反价。是，这棋黑棋如果在这动的话，飞鸦。其实作为就是说黑棋如果同样要反家的话，我觉得这个位置呢白棋这个位置还算挺不错的，因为其实最近白棋这一方啊，像四间的这个连加带拆的这么四间的这个位置下的也挺多的，这样呢就是说他走这个位置呢是主要是防备啊白棋在黑棋啊在这里飞压之后。如果你在这个位置上的话呢，他是怕黑棋对有可能这个打入。那么你如果说黑棋不采用这个下法的话呢，白棋从白棋立场上来说呢，他三间低加总是好的，总是比四间要好。那四间的话，他如果同样的反加，这样，这个子啊，它的活动的余地很大。对，白棋下一步就不知道怎么应该是会尖这个。但是这个地方其实，如果讲的绝对一点的话，那白棋再花一手棋，它都不是空，都不是实地。那这样的话。再走一手，就走好了。肯定是空了。嗯。就另外呢，让黑棋先下的话，那它出动很容易，因为这个左边还有根，并且因为毕竟这个子离这两个子远了嘛，这个是在进攻的严厉性跟这个位置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从白棋来说，
因为他的实战的进程是这样的，黑棋呢也没选择这个就是比较激烈一点的战斗的，会形成战斗的场面的这么一个飞压。嗯，你飞压完了，基本上也打入，然后他也是反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白的三尖将还是成功了，位置很好，位置比四尖要好一些。尖一个，好，黑棋拆。白棋坚定，这个坚定，嗯。大概也是一个大家比较喜欢的一个格局。对，在手角，白棋挂，白棋挂，嗯，这盘棋没有下中国流，没有下中国，现在你是在下中国流是吧？现在中国稍微有一点点觉得有点别扭，因为这个地方从现在从右下角的范围来看的话，这个手角始终是一个绝好点，即便有这个的话，黑棋在手角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点。那就是如果说一会儿你手脚还是好点的话，还不如现在先守一个脚，再做了，这个是肯定是一个绝对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点。走这个是这样，好像感觉上因为左下角这一带白棋的棋形比较坚实，所以对黑棋来说这一带如果形成模样的话有所不利。被白棋破起来的话就比较容易，是，所以人家下坚实了，自己也要下坚实一点。是，甚至于我都有点想把这个位置挪到三线上来，因为这个在四线上的话会有打入，对，这个打入的点就相当好。这实际上是黑棋手脚，白棋在这个方向挂入，黑棋是二尖高加是吧？这个是最近不是主流的加劫的方法，对，现在流行的是二尖低加。双飞燕压这个，这个呢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个时候呢，作为这个局部的定式呢，都是这么想的，搬一下再点角，再点角，这样的是局部呢，当然是白棋是能获得先手，但是这黑棋很厚，这个棋形黑棋无论是如果注重势力的棋手呢，是会选择在上面拐，喜好实地的呢在下面吃，这个棋形从局部来说，黑棋我觉得我的判断黑棋稍微好一些，对，黑棋很厚，对，比这个头很硬，非常硬朗的一个头，所以现代就是近十来年吧，可以说这样的一个局部的这样的定型方法基本上不出现了。然后就觉得主要是有点不满意，白棋所以不选择这个。如果要搬长的话，白的还会选择战斗啊什么的，藏进去或者拖。判断呢，白棋的判断，现在判断是觉得这个定型是黑棋好。本局呢，陈妙燕就首先就根本就没搬这个，对，直接就点脚了。当然，这个棋呢，他期待的是像这样。好，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少做了这两个比较亏的交换。少做这两个交换，不过呢是这样，就是在有些场合的情况下，黑棋也可以选择这个的，因为走这个白的走这个，黑棋是先手，这点是区别挺大的。然后黑棋呢可以在外边，如果有就比较着急的大场的话呢，黑棋可以走一个，然后走到别处的大处给占。但本局情况下可能黑棋没那么着急的地方可以下，所以他觉得局部来说呢，这个黑棋是吃亏的，因为黑棋以后这个局部要补棋的话不太容易补。如果是最干净的补法肯定就是抱吃住、这个抱吃住，你看黑棋同样是后手，跟这个比的话，我们不跟这个比较，跟这个比较，就同样黑棋，厚的程度是完全不一样。这黑棋这个像中伏的复受力非常的强大，这个你看是在这个三线上，这个已经走到五线上，有一个特别硬的一个头了。所以黑棋呢选的这个呢是不能补的，基本上是要补的话也是在就是外边的大场子站完之后，他才得空补一个。补的方法呢，黑棋呢，除了这个最稳妥之外呢，有这个凶一点的，还有这个，也是间接的，就是防守，但这个不太
干净。对，以后人家尝完人是不是这种脱，可能还有味道。对，这一代还是比较空虚。当然，这个提醒肯定黑棋明显绝不吃亏。一般来说，黑棋是不太愿意选择这个棋。本局那个，他也是挡在上面，他也是走到这儿了。嗯，然后白棋爬回来，白棋爬，黑棋粘上，黑棋粘上。这个地方呢也是挺有意思的，双方下的可以说是双方的就是胜负感都特别强，或者说这口气都憋得特别足啊。就这个地方呢，本来的话黑棋是挖粘的，挖粘它也没什么特别的了不起，就紧一口气，就是黑棋这地方冲了一下。作为白棋来说呢，它可能是也是是要虎的，就这么的一种定型。打完之后再加啊，是。那么这个地方呢，黑棋单接，如果白棋如果也是接的话呢，黑棋是可能会选择这个扳的长，这个位置是跟这个位置跟这样的一个定型，冲了打了长相比较呢，这一带的失控的情况黑棋会好许多。这个头是一个很软的一个头，就是白棋将来几乎是就是不能吃了，差不多就爬一个而已了。这时候黑棋单粘了，然后白棋所以要先到这儿。然后黑棋呢仍然是不肯冲这一下。对，还是不肯冲。实际上关系不算特别大，说实在的，就是你挤这个，如果说白棋接一个的话，就这个冲。这个冲要说有影响呢，可能真的说如果下十盘棋的话，可能9.7-9.8盘棋都一点影响都没有了，应该说甚至于9.9都可能，就这手棋啊可能一点关系都没有了，以后可能走到最以后的关子阶段你还是要冲，还是冲了。那比如说这局部你以后要定型的话，比如说你希望这么打了，打了接上再黑棋再打一下定型的时候，有可能就是冲掉的，甚至于这个棋走到最后一目观止时候你也就是冲一下。但作为职业棋手呢，他当然这地方能不冲他总是不冲好，不冲他有些什么好处？第一，他可能是一个劫财，冲了以后你不理我，剩下当然这挺呆，可能是个劫财。另外呢，好歹的话是自撞了一口气，这地方虽然现在看不出什么区别，万一中着差这口气的话不是很要命了，就是这地方。所以双方呢就在这一口去看似这个无关紧要的这口气的上面呢，就是勾心斗角的特别厉害。实在黑棋也是单挤的一个，黑棋是不肯撞着一起，然后呢白棋呢就一定要契合的，就非得逼着黑棋去撞。对，是这样。这个棋实际上呢，本来的话如果说白棋接这个黑棋是准备便宜了脱先了，因为加在这一带这两个家里面选的一个，它是这样。如果你接呢它是准备退的，但这棋可能黑棋的选择列位有点问题的是，这方向黑棋不算太好，因为这一带下面黑棋是一个模样，可能是需要保护这一带的它的就是正式的完整性。因为这地方后来是实战白棋也是契合吃这个，他因为应这两个都觉得有背离的感觉吧，尤其是应这个，那么跟当初他单接是没什么区别的。所以陈耀宇既然下这个你挤的话呢，他没有心情单接，那么他就是打起来了。而且这个局部呢本来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右下角这一带不是黑棋的模样的话，这个局部啊本来的话是实际上是这样，如果你单接的话，黑棋并不是说是这个局部而言并不是说一定黑棋是扳的长的，因为现在这个扳的长对于这右下角这一带的它的配置比较好，所以他会觉得这个实际上他这个局部还有另外一种定型的方法，它是连扳一个。哦，还有这样的定型。连扳一个局部它是先手吃这个，然后呢白黑棋就脱先，这个呢是有棋手打掉也有可以不
不打掉，那打掉是、是稍微那就是大家都安稳一些。像这种地方不打掉嘛，白棋实际上也是有点小难受。那这个、有点什么区别呢？就是这个地方的官子上哦，有一点点小关系。搬家了以后，以后它这个里面有个断，嗯，断的话这地方有个打，有一个小官，有一个小小的官子便宜。那么作为白棋来说，你打掉呢我也安心，你不打掉呢，白棋是老是会在这琢磨。所以我什么时候是不是要接一个，或者我冲了接，或者我单接，是不是是要下？其实这地方呢，作为黑棋来说呢，这个地方的，它的就是一直，如果说瞄这个呢，可能有点遥远，早晚是要打这个，但不过它可以暂时、保留着，保留，嗯，就是神经健全一点的棋手，或者健全的棋手呢，啊，就打掉算了，不，他保留，啊，就保留，他不害怕。就是否则他老要想这个问题，不是比如说作为我的话，如果这个时候下成这样的情形，我也老在想，哎，我什么时候打掉，什么时候打掉，不是有问题吗？给自己制造麻烦，早早的去打掉就得了。对吧，自己不用想了，对方也不用想了。对，这个呢，你不打掉呢，两个人都会想，除非你自己这个地方拿捏的特别准，就是暂时就是想也不用想，我就先走这个。什么时候我该打的时候，我这时机我会把握得很好。然后呢，让对手呢老在那想，我什么时候要接一个，我什么时候要接一个。这其实有的时候对于这种的地方啊，确实是有两种类型，有些就喜欢保留。嗯，他对自己很有信心。我觉得就是黑棋方如果保留的话，他就对自己很有信心，觉得这个地方他总会能有一个正确的时机，能够得到这个大值。嗯嗯，是这样。这个定型呢实际上呢也是有的，这局但是现在这个配置呢，因为黑棋这个下面是一个正势，所以白棋这里出了大半个头的话呢，对黑棋这个显示会有影响。对，正因为如此呢，所以呢后来就双方在这一带就形成一个转换。这个大吃呢本来的话他也是可以接的，那现在就变成这样一个转换。对，不肯，这个转换我好像也是第一次见到。哎，我几乎也是第一次见到，但我觉得还是从配合上来说还是白棋比较有利一些，因为这个地方把你这个子变得效率低下的话，它白棋从全局的来说还是成功的。嗯，黑棋是打上来了。哦，打上来，对，对不起，要走这个的话还是有问题。我刚才随时晃在这，我是想说一下的。哦，这个地方搬了虎，脚上搬了虎，当然没问题。这个你打吃的话可以做，你搬了劫时间差不多也是进活。哦，对，他挡上之后，他有个硬腿儿。一路硬腿是先手，所以说这个你立的话，脚里也没有吃劲，所以说黑棋索性就打上来了。这个白棋长一个，然后跳跳，这个差不多是必然的。然后还有小尖出头，实际上这两手棋黑棋都不太有目数，并且一般来说应该说黑棋脚里是成活的，所以他也是活棋在出头。嗯，但是他还是瞄着两边的进攻，这边有夹击，这边有接下来。在这手棋，这个棋白棋这手棋大，这个方向比较大，对白棋开拆，对自己安定了，顺便破坏着黑棋的模样。我觉得这局部这定型方向是白棋好，因为白棋得到这个拆二，尖出来，然后拆三，拆三挂。这个地方白棋还要打入，对，他打入是寻求一个行棋的一个步调。对，通常肯定就觉得这边比较薄嘛，所以黑棋的这个靠长就很先生，就是让你靠到长了。打落应该也是可以的，因为这地方是这样，你如果走这个的话，可能反而显得这个三个白棋薄。他现在是打落。哦，这样的话可以让黑棋帮他出头，对，靠一个，是，然后半。然后白棋再压，这个呢是这样，如果说现在的话白棋黑棋如果在这里出头的话，黑棋应该是在外边打吃。好，打了退。是这地方好像不大对，
就是你现在拐肘可能拐不着，脱不开身了。然后这个话，你活脚的话，我们对这地方它是不是可以考虑弃子？这个、先搬一个，你打吃这个，然后打吃掉啊。我简单把这个打吃掉，这一压是把黑棋给封进去，再飞，再飞。对，黑棋这个是不是都有问题了？黄还是先手，这边他黑棋确实有问题，所以说呢，现在黑棋不敢直接出动这个。当白棋压这个的时候，他要先把自己这边的这三个子走强。对，走强，他是拐了一下，拐起来，然后再贴。这个贴反正是，当然如果推能够不推，其实应该是慢点推的。这个推两个的话，实在是第一个，我觉得可能是有它的必要性，因为刚才说了不走的话，刚才如果直接挖的话，这一压一飞走了。现在如果狠一点的话，现在挖，现在挖有这个可能性。如果说你现在如果是这个，刚才这样的话，对对对，好像白棋已经封不住了，封不住了。是我因为最简单的说，我那边不管如何定型，黑棋总是能占据脚步成果没问题。这个跳是先手，如果就这样的一个棋形放在那的话，不好封啊，已经封不住了。对，就是不会有问题，因为你走这个的话，我这顶子线索会靠出来。所以说能不压呢，肯定是不压的好。因为我们看一下他后来压一个的坏处，从他实战进程上来看呢，就看得出来了。他后来又压了再压这个呢，作为白棋来说肯定是很感谢你的。你这地方第一个可能你迫于无奈，这个已经压了。第二个呢，可能白棋也没有看清你不压行不行，就是我直接挖行不行，你还压，作为白棋的立场上来说总是欢迎的，他希望你继续压。那我得快向你鞠躬了，这个是这个压一排的话，全部几乎是几近于单关。那么对，这个叫引狼入室，把自己的这个形势都消了。那现在呢，黑棋是在挖这个地方呢，陈瑶瑶就处理的比较好了，因为你这地方已经压了两个了。哦，他是在下面，对，他就选择了在下面吃。那曹这时候如果再在上面吃还好吗？因为我觉得这块虽然现在如果黑棋压了两个，但他没活。但是白棋这地方实际上自身啊，这地方有个断点也是蛮讨厌的。然后如果这时候再像刚才那样定型，再像刚才那样定型呢，还是这样立一下。走过。这个大概也已经也要打掉。是，现在我看呢，白的是不是只能跳在这儿了？要补这个断点。你没法走啊，这地方飞不过来。飞过来的话，它得一个站上跳一个。这白棋又没空，又对这个还得走，它还能跳出来。对，这个白棋是确实不好。就是说这个实控投资了之后，还是攻不到黑棋。对对对。白棋这样下也很无聊，应该说。那如果黑棋少贴一个的话，是不是白棋就一定要打上面？少贴一个也不一定，我看。也有可能打下面。少贴一个，我们放这样吧，少贴一个就这样的一个局面。怎么样呢？你现在怎么那样来封锁我？这个双方都很有压力，就你少压一个。你可能也不好封我。飞这个。飞这个嘛，我是跳点。但是其实。是先手。对。然后这是不是自己也有毛病？这个有倒不说，我绝不来说我这就靠出来了吧，应该。靠出来。所以能少压一个。肯定是少压一个好。哦，少压一个。白棋其实也挺难选择的。白棋说不定还是实战里面选择也有可能，不过就是给白棋就形成一定的压力。这黑棋少压一个直接挖的话，实战里啊白的太容易处理了。这棋我觉得黑棋这手又压了一个，实战上面又压一个，下的太安逸了。这个压不能随便压了。然后现在白棋就打下面，对，打下面，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再吃，对，
然后白棋就吃下面，白棋就吃下面，对，踢掉，白棋就 飞出来。嗯，黑棋这边是挺厚了，有点过厚了，对，有点重复了，稍微有点。嗯，然后现在黑的是提这个劫吗？没有，然后十，哎，是提这个劫，是提这个劫的 啊。他不提这个劫，他也不好处理，就这个棋形啊。第一，这个劫呢，白棋来下的话，白棋可以开劫，这个劫黑棋也相当重的，黑棋基本上不能妥协。如果这样的话，黑棋太失败了，嗯，是吧？所以这棋，但是一旦被白棋再打赢了，这块棋就又有问题了。所以这个劫挺重的，所以黑色有空得空还是需要提一个，需要补一手。嗯，白棋是虎一个，嗯，啊，这个是一个再补还手吧，嗯，是。好，现在是黑棋已经争子。哪个争子？你说的不是？那他不是在补断吗？就是这块棋加厚，不是绝对是要这个断点，不也不见得特别怕，但是这补了一下就厚。嗯嗯，这棋还是跳出来要分断白棋。那白棋是不是提劫了？对，提劫。黑棋是差。哎，那白棋现在有劫吗？如果有劫，可以跟黑棋。那白棋确实就是打上去了。哦，那白棋去哪找劫呢？很干脆，他实战只能做劫，只有这一个劫。这个陈耀应该是有所判断吧？觉得这棋，就他能把这五六角穿掉，这地方劫打实掉，他的判断他还有利，肯定是这样，否则他不会这么轻易的就开这个劫。不，他现在这个地方呢，确实是一个需要下决断的一个地方。如果说你跳的话，他还是给你提劫。你下一个地方，那就把这个看清了。看清，然后黑棋反正也没得处。不是，看清你也得处理啊，你也不能不把黑棋还是可能也还是有棋可以下。断你提劫，我往里拐一个。那我一会儿再打这个劫不就大了？你打了我就两个就给你提掉了，提得很干净。就说这有是也是一个负担的地方，总是需要定型的。就是说，不管怎么说，这一代白棋是需要找到一个定型的一个方法。可能陈耀烨呢，他的判断呢是觉得现在打击是一个时机，也许过一会儿，说不定这个时机就没有了。直接开劫。嗯。很果断，这个白棋下的挺果断，这地方就开劫了。对，对于黑棋来讲，应该是只能万劫不应。差不多是这样，因为现在如果黑棋挡住的话，这一提劫一提，黑棋好像没有劫材，找不到白棋的劫材。对，找不到白棋劫材，确实。对，现在这种肯定都不是。这个、不是对，没有劫材可以找，所以他这个不能挡。在这个的时候，只能消劫。他消解，对，粘上白棋冲下冲下去，黑棋跳出来。嗯，黑棋是跳的啊，这个地方啊，这地方有种种的一个定型的方法。一个是退啊，长出来一个是退。对，退的话呢，就是你拐的话我可以不理了，这样呢拐你还要理一个，这是一个。然后呢还有一个是加，那白棋可能会搬。白棋是会搬吗？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会搬，搬它就立。挺难受的。那搬这边呢？嗯，搬这边是有可能搬这边。我也不能走这样的锁手锁。这样的话觉得白棋这边损失不大，如果这边可以把怎么那么走出来，不是弃掉了，这子不能弃，这子但这个可能也不算太好。那再本身他搬这个，你如果补这个，他这已经活了，他我都提了已经活了，我这个错了我就错了。嗯，黑
棋也确实挺难下。黑棋觉得，如果觉得黑棋难下呢，说明白棋这个时机掌握的还是挺好的。嗯，就是开局的时机，他能把无忧角穿下。实控上他是占据有利地位的，实战黑棋是跳，然后白棋搬了大吃，黑棋是胡。我当然，如果说这两个看着是白棋走着的话，可能这手棋他确实是只有跳。那这个就肯粘吗？这样的形状，那你还能做劫，还能不要？不行。对，可以虎吗？虎他就提劫，你都有问题了。这劫你又打不赢。主要觉得他这个粘成一个丁四，这形状太难受了。但这劫打不赢也是有问题。就搁在这儿吧。不能搁。现在这个地方是最重要的。这搁他就一个下好了，你这个有问题。好像走这个好像还是不见得好的，如果走完当时你可能是觉得稀里马虎对付了一下，说明过一会儿你还得接回去，然后你更有问题，这个走了一个丁四，然后又走个梅花五，这形状效率更低了。丁四你觉得差，这个多一个你就更差，所以可能还是得接忍了。然后白棋坚冲应该这地方是不怕黑棋来冲断你的，冲断的话他就减兵了，就长。然后呢，那边有这一带他有一个，对，这边欠一手棋。这一带如果你可以走到这儿强硬一些，他这地方是把你一尖就尖封在里边。你还是爬，他盖住，然后搬，这地方还是可以接是吧，他还是接了，这个地方感觉好像黑棋不会只能就地做活吧。黑棋是第一，你在打完后我接还是先手，因为这个地方让白棋那么把这个子抠掉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走这个几乎是其实早晚就是这样的，这地方你还不能随便打吧，还是这边守完之后再打吧才能活。黑棋是先跳出来再说，看看能不能，我觉得也是有问题。他是先拐，对，先拐，没有马上冲断。黑棋也没法反抗，因为这地方你双的话，我扣下来，这几个子不会死的，主要，尤其是不会全部死掉。这个黑棋绝对是面临的空不够了，对。黑棋这边还不够厚，如果从上面吃的话，对，他还有象眼，你飞一个他钻出来，所以他不能双，不可以很想双了，这个双实在是也很诱人。我是觉得下一下再说呗，这个这棋可能对白棋的威胁会大一些，考验白棋能不能做活，如果活不了的话，这个活不了应该这个空还挺多。活不了，活不了，我还没仔细判断，就是到底怎么样，说不定白棋就根本就不要活，就这么断断。这个全局来，可能形势已经可以了，不有可能。我这个地方确实，这地方扣刺也是实在是大，实际上它是要。要了呢，这拐完之后脚步白棋气就长了，这个地方冲断就成立了。黑棋拓。白棋就退了。白退也下的挺简明的。对，如果搬呢，是可以搬这个，搬这个它只能吃，然后我就粘上。粘上。怎么样？他爬你是不能硬了，是吧？这样就被他通过。这样白棋。这白的也挺好。嗯。他如果叫吃，查接上，这气，小李可以杀他气。打吃。对，这个气不太行，黑棋有问题。那挡住我就一立，先接这个可以，我就立呀，总是有个结了。
其实白棋拍这个也可以啊，白棋下的更简单，就长了。然后黑棋挤。挤。白棋接。粘上，然后长。继续长，白的夹住。嗯。这个白棋总体的。一个转换怎么样？白棋满意吗？嗯，满意。又把无忧角破了，就这边残子就给你，并且没有完全给掉，那地方一靠。嗯，这几个子都没吃啊，脚上更有味道了。脚上对，一般一虎就活了。等这局不要活的，一般一接就活了嘛。嗯。嗯。白棋肯定是成功了。啊，黑棋要补这个。然后把脚上吃干净。嗯。白棋还落得了一个先手。嗯。白棋下的挺强的，不肯在这边就补一个。对，这个补大概有点萎缩一点，但是它撑了那么大，那我黑棋肯定要逃出来。一棋不把这只跑到这个罪行啊。是啊，不是说棋一般定型了之后就不要再扩张了，就要守住。这不，这个棋。黑棋是五十来目棋，全盘即便跑出来的话，这一带肯定是都成空，十目二十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可能他一会儿会打一个，因为这一排子的话打一个，说不定这块棋眼位都不行。对，还让黑棋做活呢。这各可以有三十目强了，三十目强一些，四十目，五十来目。这些人听了也是一个很重的一个负担，就这么跑出来的话，白棋就这么简单的就贴两下。因为这个地方一个呢不说别的，不黑棋这样，首先这块空，你这个劫如果不能打，不敢打的话，空很大，这块空近四十亩了可能。嗯，这一块四十亩，可能都主要的四十亩是要抢，这些黑棋空也不够。黑棋这个选择呢，这个局部的选择是这样的，实际上也是挺体现水平了，就是说一个是你自己补，一个是补到这，一个像实战那么撑一个呢，是这边还有靠下来，靠下来也有这个打路，也有可能打路，就在打路，人家压就这么顶了搬过吗？对，是顶了就搬过，当然不能断了，断的话你一粒我死的。这个不是说是什么时候都能下的，因为这个地方绝不这个手是亏的，就是但是如果外围无所谓的话，这个捞空就可以这么捞。还有一个定型呢是靠着弃子，实力和势力想兼得的情况下可以这么靠弃子，是。这个地方呢。打车的时候，就是、立的时候，它可以长到这儿。是，它并不是说是走到这儿。所以有的时候啊，这地方有种种定型位，它可以点到这儿。点到这儿呢，可能是能够走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定型。它挡上的话再中断。对。那他走这个，我就爬回去了。这样呢，就达到了一个什么效果呢？做局部定型呢，就等于是能够走到。上面打一下，下边又可以收紧。那本来这个棋黑棋是会想下来这儿的，现在你下来这儿呢，黑白棋下这儿全部包住了。这走这个呢，是对这一带以后呢是有一些手段的，并且先做大之后呢，他这边能够，或者是这边能够成了比较大的空，或者这边能够成比较大的空。这地方白棋的这个下法，值得学习，应该是。对，挺狠的。是不是这个时候就由于他这边因为他尖冲完之后他这一飞，对一飞他有所顾忌，只要这个劫不能打的话，这地方白棋已经便宜了小半手棋了。他震到这儿，正黑棋是正，大概白棋总是欢迎的。对，白棋这么靠着位，黑棋的正呢是先两面兼顾一下，然后呢还是瞄着这个搬下去。如果我这块棋如果下得很厚的话嘛，它可以搬下去，就是它主要的考虑是这个。但是这边下得很实惠，就这么一靠的话，它实地已经是太满意了，领先了。对，哦，就这么一搬一长，觉得刚才是这边有四十亩，现在这块棋也得有三十了吧？有了，
那这块就跟黑棋那块差不多，目数长。这个是这个长或者叫退下的非常的本格，是应该说这个也不见得一定是坏棋，还有可能是先手。是长一个。他也有可能，当然先靠完呢，你走在这儿的位置上，有一点不好的就是他这个挤，你就不能反抗，只能补在下面，然后他还藏在这儿。然后这地方呢，虽然你当时是先手，但藏在这儿的话，黑棋这一带特别厚。对，大吃。以后是这地方，当然要靠了这边先挤掉，才有可能从这儿来。这地方他有个冲。挡上的时候它来断掉。对，当然你如果想多刺我一点也不见得有好处了，你先挡上吧，我是断了，把你都收在里边，大家都看得见了。这个你要吃里边，外边你已经不好出来了。这个还有一个想法是这个，这个实际上你也是被我收在里边的，仍然可以搬。对，这个还是个对打不动。然后说不定这个时期你反而吃亏，所以说这个呢是当时看的是抢了一个先手，但是白棋黑棋长了之后外围厚了，可能这一带白棋都变薄，所以这个是一个后中先本手。对，是这个意思。他这样呢就是说黑棋如果从这里靠下来的话，这个挤是挤不着了。黑棋实战是也是靠，好像是吧，也是 靠。我们看靠完之后他就退了。本来如果你这时候挤在这儿的话，黑棋挤这个是绝对的先手，现在只能单长。这地方被白棋团一下，被白棋团一下，这特痛苦。然后再爬，白棋的时控捞的还是挺猛。白棋反抗了一下，黑棋反抗了一下，靠一这个，反正白的我觉得下什么都行，这个挖也可以，应该说也是可以的，没什么问题。对，黑棋这棋形有点奇怪，都是三角形。它是上扳，这是更厚的一个下法。它虎下去。嗯。上面长一下。嗯。然后贴回来。虎一下。嗯。
现在这一代里边的话，那他当然这个党先生，如果你应该这样的话，以后可能整个的是要收气。对，他这股一个气还挺长的，好像这个也有点气，不是太短。因为黑棋有点难受了，首先就往里爬了。哦，爬的话，这个这里面是不是就有棋了？对，确实是这样，可能是有点问题了。黑，而且尖刺，粘上这个尖刺，反正什么时候其实都能吃的，为什么现在吃？不知道是不是打僵了？夺秒也有可能，他现在尖啊粘上。黑棋是往里冲，试着要来杀一下。黑棋走这个时候，他就没再下了，不敢再吃了。如果再吃的话，对，不、就是、不好再吃，不好再吃。已经不知道怎么吃了。要吃这个局部就这样，点了之后再拖吗？还是爬？爬这个就是盘脚取势了，已经。对。你要杀已经没法杀了，等于是这样。这个已经很糟糕了，这块戏已经不对了，被封在里面，所以不能那么杀。那就封在这儿。不能杀了。这个辛苦了。可以走这个。啊，提一下。提一个，你还得扑进来，所以这个被断掉。嗯，这是不。这被断掉了、哦，这个也是不行的。所以说黑棋，白棋地方都挺放下呢，然后他是。当白棋吃硬之后呢，黑棋反击，然后白棋接，局部应该已经活了。一吼一根、已经不敢吃了，他搬这个。黑棋是白的是搬这个，然后冲一下。黑棋不是，这白棋下得很凶啊，还是要冲掉，冲一个，然后不让你一手搬过，然后再补活啊。这黑棋空彻底不够，他现在只能做这个，还得继续补。对。白棋再点，黑棋虎过来，飞一个，对，感觉白棋怎么就在中间飘一飘了？是，白棋补后呗，所以这个子弹也是补后这块棋。黑棋、冲了一下，冲一个，白棋粘上，然后把这个爬过。白棋脚吃这个，一起吃。这扳住中间，继续走后。对，那棋白的手碎花挺多，这个棋黑棋目数肯定是不够的，不够的，对。然后。差不多就挡上他了，是吧？马上，对，他紧这个，然后中间走了一个，他就挡上了。因为万一这地方有点断点的话，眼位跳进去有点不够。把自己的眼做好。就下得很稳健了。这个从他招法也看出来，他觉得这个已经差不多了。胜负手，胜负手，这个这里边死活最后的卡没问题，因为这地方他跳的话。如果说实际上应该走这个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粘上啊，粘上就搬搬脚底就不会有问题，这个肯定不会有问题，不会有问题。但其白的优势比较大吧，白的下的是最简明的，就挖一个啊、这个地方被黑棋可能便宜了，它是这样定型的。不过这个是看得最清楚的一种定型的方法。这个脚本来的话可能可以点上八目棋，本来现在是一二三四五目，这是黑棋啊，已经，然后白的补掉黑棋是，这个。那我把这个搬出来。这里是有点乱来了的。拼命了，这不是，可能是就最后的再下下。对他穿这个拼命也谈不上，因为没的地儿可以拼。因为这地方实际上是不能成立的，他是顶这个，对，顶一下，他团住，直接一靠，就连不去了。靠的话，所以这两个字已经被吃了。因为他搬下去顶，他尖这地方是跑不回去的，这个尖也没用。
它可以挡住。所以走到这儿的时候呢，黑棋是投掷认负了。对，那陈阳燕呢是第一个进入了十六强。嗯，是这样。我们看看是这样，如果不搬的话，它究竟就是时空上它是差多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十八目，二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四三五三六。四六十七十八十九五十五一五二五十三目，五十三全部点的很满了，在下面五十三目，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三七三八三九，四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五十五十一目，嗯，这当中连一点目都没点，所以这棋黑棋至少已经贴不出目是肯定的，贴目肯定是不够的，但是呢。他也完全是这种无心恋战的这么一种，对，所以中间怎么下了两步？刚才可能盘面胜负，应该说盘面也许黑的能够下的稍微好一点，嗯，结果呢就这样的就快速的就终局了，是。哎，你刚才说对，是陈耀烨这样就成为第一个进入了就本届 BC 信用卡杯十六强的中国棋手。对。因为我们中国棋手另外两盘棋都刚才我们在讲棋的时候都还没有奋战中，对，胜利呢是对李世石，朱烈阳对彭丽瑶是一盘内战，对，这样呢是中国目前是两个，起码是两个，如果胜利能够战胜李世石呢，就是三个，那就最好了，今天是就是大获成功了，就是。好，那曹老，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为大家带来第二盘棋的讲解。好的，一会儿见。